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讲第二十品经文《德风华雨》第二十。这一品经文，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风、极乐世界的雨。 风叫德风，雨叫华雨。请看下面经文：七佛国土，每于十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击中宝树，除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 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安和调时，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时时指正午，极乐国土到了中午，自然。 徐慢的吹起得风，无意说，亦非世间之风。是八方上下，众风中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正如《首楞严经》中，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是什么？这是说性德，自性里头有德风。这个德是什么意思？能随人意就是德。我想什么样子，它就什么样子；想威风，它就威风；想大一点。 它就大一点，想小一点，它就小一点；想冷一点，想热一点，随人所欲，这叫德。这是什么？这是自性，可以随心如意。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随心如意？是阿赖耶。 阿赖耶的转向，阿赖耶的境界相变现的转向是生灭法，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境界相也是生灭法，统统是幻象，它不是真的，它是受业力的控制，不像是自性。 自性没有控制，自然调顺，所以人得大自在。盖为性德之真风，故称为风中之精也。得风，不寒不热，常和调中适，甚清凉，好无比也。 这个无一本所说的“风中之精”，正指得风，自然得风虚起，徐徐吹动宝网上的宝铃，演出微妙的法音，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根据。 据舍论言：诸法等待因缘而生，所以不是常；种种逼迫恼害的，所以叫做苦。见有男女生死种种差别的相，可是实际上是没有，与自己所见相违，称之为空。 所见即与自己相违，自己怎么能做主宰？没有主宰，不能当家做主，就是没有我。往生论说：“泛生勿深远，微妙闻十方。”所以，风声所说的法。 不仅是二乘的苦空无常，而是可以让人误入能正涅盘的波罗蜜。谭鸾大师说：“出有而有，曰为出有；指出三界的有，无欲，所以离开欲界；他地居，所以不是色界。” 它有色，就不是无色界，不是三有，所以净土非三界所设，出于三有，所以说出有，出有而有，而有者是什么？净土之有，由于弥陀一成愿海而有，离二边。 抄四句：出有而有，所以为二边是有无、是非、邪正、繁盛等等对立的两边。四句说有是一句，说没有是一句。 说也是有，也是没有，是一句；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又是一句。这是四句。不管怎么说，总不能离开四句。这是咱们众生的语言，就在四句里边。极乐世界，出有而有，不落两边。 离开四句，所以说是微，能使文法的人开悟，所以叫做妙。法音微妙，能使人悟入深远。再者，风送德香，流布万种温雅德香。温。 是温和，雅是雅正，香气温和，世人叫做温。香气远离爱染为雅。例如，世间许多化妆品，很多香味，闻了之后会产生爱染的心，就是彼俗不雅。 甚至引起欲念，那就是邪想。温雅德香，能使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所以叫做德香。尘劳就是烦恼，垢习就是烦恼习气。由于极乐万物都是圆明俱德。 所以，风具万德，能令闻者烦恼同习气自然不起。这是风香做佛事。第三，就是风的妙处。这个得风，碰到人的身体，让人感觉到非常安和，调心适意。 这个快乐像比丘得了灭尽定，这个定又叫做灭尽三昧，是灭尽六十的心和心所的禅定，是不还国以上的圣人才得。往生到同居土的人，他的快乐就跟得。 灭尽镜的比丘一样，请看下面经文：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兜罗绵，足履其上。 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十时,时后，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欲新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与前无异，如是六反。第四是随风送花。 风吹着七宝林树，吹下来的花很有秩序，随本身种种不同的色、不同的光，自然飘聚在一起，遍满在国土中，覆盖了整个大地。随着花色分类，黄的、红的，这样的花。 那样的花，个个自然成句，没有杂乱。这花在地上很柔软，也很光明干净，像兜罗棉，就是花絮，好像杨柳花、菖蒲等很柔软的东西。踩到花上，脚就沉下去四指深。 你一起脚，花又平了。清晨所遇的花，一过中午，这些花自然都不见了。在花化尽之后，整个大地恢复了清净，于是空中又遇新花。下面说说六时，第一时。 从日出到正午，叫做晨朝，这是第一时。第二时日中。第三时日末。第四时初夜。第五时中夜。第六时后夜。这就是一天的六时。 《阿弥陀经》曰：“昼夜六时，欲天曼陀罗华，随着这六个时节循环郁花化花，就是经文中所说的环复。每次的花都遍满大地，经中的周遍，同时化去大地清净。” 这样浴花画花叫做反，每天六次叫做六反，每次完了，大地清净如初，所以说还复如初。极乐世界仍说昼夜，这也是随顺世间习俗。书超说。 彼土没有日月，但常是光明，所以花开了，鸟在叫，就是白天；花合上了，鸟也栖息了，就叫做夜。窥基大师弥陀通赞说：“花开金爪，在金色的。” 沼地上开的花，极乐里的人就认为天亮了。鸟宿琼林，鸟栖宿在宝树林中，极乐菩萨就认为是昏夜。袁宗超更进一步说，以花开鸟鸣为晓。 联合鸟栖为业，切恐有之。凡盛同居净土气氛，因众生多是带业往生的，还没有彻底忘记秽土的情况，有昼有夜。若是上头三土，方便有余土。 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就没有这些花开鸟宿有昼有夜的分别像。从第十四品到第二十品，都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具体说明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 超胜他方诸佛刹土的不可思议之处，这样的境界，如果不是佛为我们说明，想想我们这个世间，无论中国、外国，写小说、编故事的，有没有编得这么圆满的？中国小说里讲些。 稀奇古怪的事情，无过于西游记《西游记》。《西游记》跟《无量寿经》比一比，差得太远了。老法师曾经遇到一些偶尔也看看佛经的教授，他们对释迦牟尼佛的评语是：释迦牟尼佛很会说大话。 很会编故事，他们也很佩服释迦牟尼佛，他们把释迦牟尼佛当成文学家，他们说不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经里所说的，都是他的亲见亲闻，不但是世尊的亲见亲闻，阿难。 见到了，弥勒见到了，与会的大众两万人，个个都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韦提希夫人因为家庭变故遭难之后，对于这个世界心灰意冷。 向释迦牟尼佛求救，有没有好的地方？他愿意往生，不愿住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以神力，将十方诸佛刹土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看了之后，选择西方极乐世界。不但韦提希夫人看到。 同时与夫人在一起的五百宫女，也都见到。这哪里是释迦牟尼佛编的故事？怎么可以说释迦牟尼佛说大话？世间人没有智慧，愚痴，正如经上讲的，少善根福德因缘。对于佛祖。 圣贤的教诲不能深信。在现前社会，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老法师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人，不要跟他争论，合掌令欢喜，因为你和他讲不通，他有他的分别执着所智障。经典里所说的。 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句句都真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言。要相信佛在《金刚经》上讲的：“如来是真语者，真就是不假；实语者，实就是不虚；如语者，如就是讲到恰到好处。” 没有增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完全与事实相符。当然，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说之不尽，不过是略举几件与这个世界生活比较接近一点的，说了，我们能理解。 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庄严，佛都不说，说了也不懂。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佛也不说。所以一切佛说法都是略说。佛不妄语，也不夸张。什么人相信，这个人就有福。真正有福，能相信。 能发愿，能念佛求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在我们这一生中，不久就能享受得到。可见佛的教训，对我们有真实之利益。佛说的，我们都可以得到。佛的恩德太大了。 我们只有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报佛恩。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的恩德是无以报答的。下面，我们讲第二十一品经文《宝莲佛光第》第二十一。 在这一品经文里，世尊为我们讲述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最殊胜的国中宝莲，莲花放光，光中化佛，佛又说法，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本品经文。 极显极乐世界具有华藏世界十玄妙门中的重重无尽玄门，在极乐国中有众宝所成的莲花，周遍布满整个世界。请看下面经文，又众宝莲花。 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七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染，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奇，明耀日月。 比莲花量，或半游寻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寻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这一句是总说。西方极乐世界也称为莲花世界。 极乐国中的莲花，含以下六义：一者，莲花周遍七国；二者，莲有百千亿叶；三者，其华光明无量种色；四者，妙宝庄严，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庄严莲花，五者莲花大小各异，从半游寻到百千游寻六者宝莲放光，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佛光含四意：一是光中化佛。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二是身相殊特，深色紫金，相好殊特。三是化佛放光，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四是化佛说法，普为十方说微妙法。 请看下面经文：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深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 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这段经文的大概意思，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不再重复。我们重点说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品经文里出现的“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 出三十六百千亿佛，里面都有个三十六。为什么都是三十六百千亿呢？对于这个问题，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这样的解释。笔者没有看到解释，只好自己全做说明。 因为极乐世界有四土，每一土都有九品，那就恰好三十六品。每一品都有百千亿莲，每一朵莲花就具有其他一切莲花的光，所以每一朵莲花都有三十六百千亿光，光中现佛。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底下更殊胜的重重无尽，在阿弥陀佛一个佛国里头，到处都是莲花，每一个莲花出三十六百千亿光，每一个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一一诸佛。 就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这一解释出自于一位二十二岁开悟的当代一位有修有证的大德居士之口，是值得相信的。第二个问题：安利众生于佛正道。 这是莲花放妙光，妙光现妙佛，妙佛说妙法，给予众生的真实之力。这个真实之力，就是由真实智慧所开显。稀世真实之际，无为法身，极乐国中的莲花。 为什么叫妙莲？妙在什么地方？七宝池中的莲花，一一有微妙色光，妙；一一光中，又现千亿佛，妙；一一佛说妙法，大妙。就说这三样，每一朵莲花都放光。 每一光中都现佛，现多少佛？现千亿佛。每一尊佛都宣说妙法，妙莲现妙光，妙光现妙佛，妙佛说妙法。这些佛皆在光中做佛事，妙，太妙了，妙绝了。 还有比这更妙的吗？没有了。上面提到，诸佛皆在光中做佛事。对于什么是佛事，老法师这样说的。现在佛教里面，大家都听说，这寺院里头做佛事，这佛事是什么？法会、超度。 做这些事情，这不是佛事，这是现代的佛事。释迦牟尼佛时代，你看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业，那叫佛事。释迦牟尼佛所做的事业是教学，是教育。这一品经文总共说了七件事情，第一。 莲花周遍世界。第二，莲花花瓣甚多，一一花中有千亿。第三，光色无量。第四，妙宝庄严。第五，宝莲的大小不同。第六，莲放妙光。第七。 光中化佛，佛为众生说法。从这一篇经文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以莲花为佛事，用这种巧妙的方式接引十方世界的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当生成就无上菩提。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不称扬。这就是《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重重无尽，不思议解脱”境界。下面把第十八品至第二十一品的要点总结如下。 第十八品经文的要点。第十八品经文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释迦牟尼佛慈悲至极，智慧至极。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义正庄严，不是菩萨能思维、想象、言说的。 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直观的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世尊用善巧方便的方法为我们演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用现代话说，这叫形象化教学。我们对世尊要升起无限感恩之心。 没有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会认识极乐世界，不会认识阿弥陀佛，不知道还有个净土念佛法门。佛恩难报，要知恩报恩，要报佛恩，唯有成佛。第二个要点，认识极乐世界正报的。 六个超市稀有，容色微妙，是第一个超市稀有。经文说：“容色微妙，超市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相貌跟谁相同？跟阿弥陀佛相同。法相身。” 转成和阿弥陀佛一样的法性身，这是第二个超世稀有。我们在娑婆世界身是法相身，往生到极乐世界，法相身就转成了法性身，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转八十乘四智。什么时候转的？ 在莲花里转的，转八十乘四智，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夫，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之力加持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弥月智菩萨，这是第三个超世西游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身份一律平等。 都是三不退的阿维月智菩萨，阿维月智菩萨是破一品无名，正一份法身的法身菩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正不可思议，精妙之极，故云稀有。天人不动众，清净至海生，这是第四个。 超世稀有，清净智海生，清净是莲花化身，智海是智慧之海，不可思议。十方世界没听说过，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有众生皆是以清净句之流现，这是第五个超世稀有。 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个个都是清净之体、无为法身。这是十方世界没有见到的，超越世间，故云超世稀有。不但释迦牟尼佛的世间超越了，一切诸佛刹土都超越了。 昔是莲花化生，真金色身，三十二相，故云超世稀有。这是第六个超世稀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三十二相，说三十二相是佛随顺世间之见所讲的。佛有八万四千相。 每一项又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随行好又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都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佛菩萨在讲经教学，这真是超世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超世稀有，无量无边。 就是说上无量劫也收不完，绝不是只有这六个超市稀有，这是同学们要知道的。第三个要点，世尊用五番较量，要告诉我们什么？对这五番较量，你有什么感悟？人道、天道。 极乐世界，你怎样选择？选择之后，怎样达到目标？第四个要点：极乐世界人民的阶位，是十方世界都不能相比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即是阿比陀智，但还是凡夫。 既是凡夫，又是阿比跋智。偶意大师说：“这是十方世界之所无。”第十九品经文要点。第十九品经文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阿弥陀佛接引的对象。 帮助的对象，成就的众生，最高的是等觉菩萨、法身大士，最低的有地狱众生，所有众生都包括在内。所有一词就是极乐世界的品级。第二个要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不一定要从三善道去，从三恶道也能往生。往生的关键是善根福德因缘。第三个要点，极乐世界人民神通自在，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倍。 本经说，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我们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神通？诸佛菩萨有神通，而且有大神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这是《无量寿经》上说的。诸佛菩萨不视现神通。 因为妖魔鬼怪也有神通，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是用讲经教学，这个妖魔鬼怪不会。神通是圣道末了边边上的事，现在很多人舍本逐末，他就是追求那圣道末了边事，这是迷惑颠倒，继续走下去。 容易入魔道，不要迷信神通，不要追求神通，不要滥用神通。神通是自信，不是学来的，不是求来的。神通和了生死、出轮回一点关系都没有。第四个要点：极乐世界人民福德无量。 由于福德无量，所以受用自在。饮食、衣服随意所需，自然现前，一切丰足。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不需要时自然化去。衣服是百千妙色，色又放光，微妙光色，圣妙衣服自然在身。 第二十品经文的要点。第二十品经文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这一品经文是讲极乐世界一报庄严，彰显极乐世界六尘说法的殊胜。极乐世界的风是德风，极乐世界的雨是华雨。 第二个要点，德风有哪些殊胜的地方？德风不寒不热，长河条中清凉无比。德风自然徐起，吹动宝铃，演出微妙法音。风送德香，流布万种温雅德香。 得风妙处，得风碰到人的身体，身体安和，调心适意，快乐好似漏进比丘。随风送花，风吹七宝树，吹下来的花，自然飘聚在一起，井然有序。落花柔软，光明干净，如兜罗棉 清晨遇花，过午化尽，又遇新花。第三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昼夜，说昼夜，这是随顺世间习俗，以花开鸟鸣为晓，以联合鸟栖为夜。第四个要点。 经典里所说的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句句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个字是妄言。我们要坚信不疑。第五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在我们这一生中不久就能享受到，这是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 第二十一品经文的要点。第二十一品经文有五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国中宝莲是西方极乐世界一报庄严里最殊胜的。第二个要点：妙莲放妙光。 妙光现妙佛，妙佛说妙法，重重无尽，不可思议功德。第三个要点：本品经文，极显极乐世界具有华藏世界十玄门中重重无尽玄门，在极乐世界众宝所成的莲花周遍整个世界。 第四个要点，极乐世界莲花所含六义是什么？一者，莲花周遍七国；二者，莲花花瓣多，莲叶多；三者，七花光明，无量种色；四者，妙宝庄严；五者。 莲花大小各异，六者宝莲放光，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五个要点，莲花给予众生的真实之力是什么？安利众生于佛正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 感恩大家，阿弥陀佛。